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。真心忏悔。在水产市场，生意最好的应属经营了20多年水产生意的黄老板。可是最近黄老板的水产店突然关闭停业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家水产店最近怎么一直不开门啊？是啊，黄老板的店过去可是一直生意兴隆，怎么会突然关这么长的时间呢？怎么你们还不知道这家店已经关门停业了，黄老板也改行了吗？你不是在说笑吧？黄老板的这家水产店生意一直很好，他怎么会将店关掉呢？是啊，黄老板做了20多年的水产生意，哪里能那么轻易就改行呢？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周日可以去河边看看，黄老板现在可是学佛了，他每到周日便会参加放生法会。黄老板现在学佛放生了，这是真的吗？黄老板怎么会放着这么好的生意不做，反倒去放生呢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在周日放生法会举行的时候去河边看看就知道了。真没想到这里还真热闹啊。是啊，早就听说每到周日就会有很多人来河边放生，今天我可是第一次看到啊。他们就这样白白地将这些鱼虾放进河里，可真是太可惜了。是啊，那天的那位先生说黄老板现在也进行放生，我可不相信。黄老板他做水产生意那么多年了，怎么舍得将鱼虾龟鳖白白放进河里呢？是啊，黄老板是不可能这样做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你看，是黄老板，黄老板在那里放生甲鱼呢。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黄老板怎么会这样做啊？我们还是过去问问黄老板本人吧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转变这么大？我现在之所以每周都来这里放生，是为了弥补自己以前犯下的过错，为自己的罪业忏悔啊。弥补自己以前的过错？黄老板，你所说的以前的过错，不会是指经营多年的水产生意吧？没错，我经营了多少年水产生意，也就造了多少年的业，现在想来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黄老板，从事水产生意自然是要再杀一些鱼虾龟蟹的，你也不必太自责了。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，水产生意里可是有太多的黑幕。为了赚钱，我当初不但宰杀了众多水族，还坑害了许许多多顾客。坑害顾客？黄老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来说给你们听。请问一下，这么多人聚在这里看什么啊？那位老哥在卖甲鱼呢，你看那只最大的，有两位老板都想要，价格已经喊到600多了。一只甲鱼卖600，这也太贵了吧。水产店里的甲鱼多得很，干嘛要在这里花高价买呀？这个你就不懂了，水产店里的甲鱼都是养殖的，这些甲鱼可是野生的，价格自然比较高。是吗？你怎么能判断出甲鱼究竟是野生的
还是养殖的？这个很简单，野生的甲鱼很凶猛，养殖的则温和许多，它们被煮熟了也是不同的。野生的甲鱼肚子里的油是黄色的，只有这样的甲鱼才是最有营养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，黄老板便用针将黄色素和兴奋剂打进养殖的甲鱼体内，这样甲鱼就会由于疼痛变得很凶，其肚子里的油也会变黄。黄老板，听说你店里来了一批野生的甲鱼。是啊，你看那些甲鱼都是野生的。哎呀，怎么有这么多只啊？黄老板，这些甲鱼不会是人工养殖的吧？你可真会说笑，你看这些甲鱼多凶，哪里是养殖的？哦，它可是真凶啊。当然了，这可是真正的野生甲鱼，它的营养价值可比养殖的高了许多的。这些甲鱼肚子里的油也是黄的吗？听说只有肚子里有黄油的甲鱼才是最滋补身子。当然了，如果肚子里的油不是黄的，我用10倍价格赔你。嗯，好的，那我就买一只，虽然价格贵一些，但还是野生的甲鱼营养价值高。当然了，以后想吃野生甲鱼就来我这里买。哎呀，你看这家店的黑鱼颜色可真黑啊。是啊，你看这家店的泥鳅也是健康的很，真是不错。您好，两位想要买什么呢？这位老板，你店里的黑鱼很不错啊。当然了，为了让这些鱼长得肥肥壮壮，我可是为它们最营养的饲料啊。你们如果再不将它们买走，它们可是会将我吃垮的。原来你用这么好的饲料给他们吃，难怪你这里的黑鱼看上去那么漂亮且肥壮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啊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买一条了。那也给我来一些泥鳅吧，你店里的泥鳅又肥又大的，吃起来一定不错的。嗯，那是当然的。这家水产店的东西可真不错，我们以后就常来这里吧。是啊，也不知道这位老板都给这些鱼吃什么，才会让他们看上去那么肥壮。真的没想到，加了这些药，真的能让我卖个好价钱呐！洪老板，你是说你店里的鱼之所以看上去卖相好，那都是因为为了药的缘故？是啊，不只是我，很多水产店的老板都是这样做，为了让螺丝、河蚌、贝类的重量增加，我们会喂食一些药给这些海产的，这样他们就会大量的喝水，我们卖给客人时重量就会增加很多的。天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最喜欢吃贝类了，现在想想我吃了多少药物啊，真是太可怕了。还有更可怕的呢，现在人们都喜欢吃满是蟹黄的螃蟹，可是你们想过吃到嘴里的蟹黄，它们并非真正的蟹黄，而是用黄粉、米粥汤加尿素精三样和在一起，用注射器慢慢从壳下面打进去，几个小时以后会在螃蟹里边凝固，顾客认为这是蟹黄。太可怕了，真是太可怕了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是啊，现在看起来什么水产也都不能吃了。是啊，这些海产在烹饪过程中也会加入很多有害物质的，黄鳝做鳝丝时用开水泡好，会在开水里放白醋和焦黄粉，目的是使鳝丝又黄又增加重量。还有香辣龙虾，那里面添加的毒素更是太多太多了，
我从事水产生意这么多年，不仅在杀害物命，也是在间接杀人呐。黄老板，那你是怎么会幡然醒悟了呢？是果报，是果报降临到了我的身上。我40多岁了，却一直没有孩子，这难道不是我让那么多人吃了药的果报吗？黄老板，就因为这个原因，你才决定关闭水产店，放声忏悔的吗？当然，一开始，我并没有认为自己没有孩子是遭到了果报，后来各种果报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了我身上，先是身体，无缘无故地在皮肤下出现一个个肿块，让我痛苦不堪，接着又每天晚上梦到好多鱼虾龟蟹跑到我身旁，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做的罪业太重了。啊，难道世上真的有果报？是的，你们可不能不信果报。过去我做水产生意的时候，你们经常去店里买鱼虾吃，鱼虾里的那些毒素会在你们体内慢慢累积，会让你们的身体一天天变差，难道这不是吃水产的果报吗？天啊，真是太可怕了。是啊，果报太可怕了。我现在深知坑害别人就是在坑害自己，所以便开始学佛吃素，放生护生。两位不如和我一起来做些善事吧，这样也可以弥补一下你们过去所犯下的过错。嗯，救幼主的狗狗。在美国有这么一对夫妇，他俩心地善良，经常救助那些遇到困难的小动物，他们就是杰森夫妇。什么声音呢？听起来好像是狗狗的叫声。嗯，我听好像也是狗狗在叫哦。它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天啊，这个小家伙的后腿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？是啊，我们要赶快带它去看医生才行。哎呦，这狗挺凶的，小家伙，不要害怕，我是来帮助你的。是的，你的腿上的伤很严重，需要赶快进行治疗才行。看来他已经信任我们了。小家伙，来，让我抱着你。你的腿有伤，可不能乱动。哎呦，你还蛮重的哦。杰森，你看，这只狗狗好像跟我们很亲近呢。是啊，看来这只狗跟我们有缘。你不是一直想养只狗吗？不如我们就养着它吧。嗯，这主意不错，不过我们还是赶快去宠物医院给它治疗一下。对，要先给它治疗一下。这只狗狗的腿伤并不严重，在杰森夫妇的精心治疗下，它很快便恢复了健康。狗狗被杰森夫妇收留了下来，并给它取名叫做杜克。杜克，我们要出去散步了。好了，杜克，我知道你一直在等着我们回来带你散步。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回来晚了吗？因为我们今天去了医院，我太太她怀孕了。杜克，你知道吗？不久的将来，你将会有一个漂亮可爱的小主人的。好了，这种事情不必逢人便讲吧，况且杜克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。杜克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太太的肚子里有小宝宝了。你看到了吗？杜克他明白我的意思呢。他可真是通人性啊。哎呀，杰森太太，
你肚子里的宝宝快出来了吧？是啊，还有一个多月小宝贝就要出来了。杰森太太，你马上就要待产了，难道医生没劝告你不要养狗吗？没有啊，我要生小宝宝和养狗没什么关系吧？当然有关系，要知道很多猫狗身上都有一些寄生虫，这些寄生虫会先传染给你，然后再通过你传染给你肚子里的宝宝的。不，你说的实在太夸张了，哪里有像你说的这么严重？杰森太太，你可不能太大意啊，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看还是把杜克送给别人吧。把杜克送人？那怎么可能？是啊，杜克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怎么能将他送人呢？杰森先生，你太太肚子里的孩子才是你真正的家人呢，难道你就不能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放弃杜克吗？珍妮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肚子里宝宝是我的孩子，杜克也是我的孩子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，我谁也不会放弃的。唉，转眼间，杰森太太生下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丽莎。杰森太太，恭喜你们家添了一个小公主啊。谢谢你，珍妮。小宝贝在哪里啊？我能看看她吗？她在卧室里睡觉呢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她。天啊，杰森太太，你怎么还把杜克留在家里啊？怎么不能把他留在家里呢？杜克很乖的，他能帮我照看丽莎呢。什么？你让他照看你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丽莎？你怎么能这样做啊？这有什么呀，杜克很负责任的。你看他现在挡在门口，就是想告诉我们丽莎正在里面睡觉呢，希望我们不要吵醒他。哦，可是杜克他终究是一只狗啊。当然杜克是一只狗，他对丽莎的爱和我们一样，我想丽莎长大以后一定也会像我们一样爱着杜克的。难道你就不怕杜克伤害到幼小的丽莎吗？不会的，杜克是绝对不会伤害丽莎的。哎呀，小姑娘醒了，正好我们进去看看她吧。哦哦，小宝贝，你受什么委屈了啊？怎么哭得这么大声啊？珍妮，你看到了吧？有杜克在这里，小丽莎也感到非常安心的。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杜克真是一个好保姆啊，小丽莎好像也很听他的话哦。我就说嘛，杜克是和我们一样爱丽莎的。嗯。乖，丽莎，张大嘴巴，再吃最后一口吧。真快啊，转眼丽莎已经出生九个月了。是啊，看看我们的丽莎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再过一段时间她就可以自己走路了。看看杜克高兴的样子，他早就想着丽莎快点学会走路，那样就有人陪她玩了。是啊，杜克和丽莎之前的感情可真好啊，丽莎睡觉的时候只要有杜克守在身旁，就会睡得安安稳稳，踏踏实实。是吗？丽莎，你也吃饱了，来，爸爸抱你，我们去睡觉吧。你看到没有，丽莎在叫杜克一起睡觉呢。那你们就一起去卧室睡觉吧。Thank you.
洛克还真警觉呀。小声点儿，你没看到丽莎睡得正香吗？好了，我们也该休息了。杜克，你怎么了？杜克从来没这么激动过，他太反常了。难道是丽莎出了什么事？有可能，我们快去看看。啊，丽莎没有呼吸了，快，快叫救护车！你们的宝贝女儿可能是突发胃食道逆流造成的呼吸停止，好在你们及时发现了，否则后果可就糟了。现在她已经没事了。真是太感谢您了，医生。不用谢我，如果你们发现晚了的话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的。看来我们应该感谢杜克。杜克？是他最先发现你女儿的异常吗？是啊，如果没有杜克提醒，那可就糟糕了。杜克是你们家的保姆吗？不，杜克是我们家的一员，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悲智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启建佛母孔雀明王消灾祈福法会，恭请慧宣法师、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9月14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，0728202278，0728202278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佛教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启建梁皇宝忏暨30信念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。日期9月23日星期一至9月28日星期六，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洽询电话0563315650566，0563315655。法会期间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。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
教慈悲置业基金会筹备已久的共生专用紧急救难物资，自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首站发放后，很快来到了台南分会，自8月26日开始发放作业，由常住慧信法师带领，志工们齐聚自动自发，通力合作，准备分类，并将救难物资排列整齐，等候法师们前来领取。透过事先的整理工作，一分至诚的供养心，亦能同享功德。我们佛教慈悲置业啊，有感近年来啊天灾不断啊，那尤其我们台湾今年经历了花莲的地震，还有风灾，那有些地方都是重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发起了这一个急难物资的供养。那么这里面呢、我们准备的急难物资里面呢、有果粉、维他命 C，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啊，还有口粮。这个口粮呢，我们执行长啊非常认真努力的去找来，它就是应急用的啊，可以放着，当我们真的需要，那它就可以派上用场。那这样子可以让法师在没有物资缺乏的情况之下，依然可以安心的来修行。当然，这个供养来自十方，在农历的7月是佛欢喜月、教小月，借由这样子供养深重的功德啊，来回向给一切的护持菩萨，乃至他们的阳上家亲眷属啊，历代祖先。更重要的，祈愿这样子的共生啊，能够回向给我们世界和平安乐。阿弥陀佛。基金会特别安排于每年的农历7月佛欢喜日、僧自知日，由北到南将于11处发放紧急救难物资，希望可以在吉祥月来供养僧众。慧信法师亲力亲为，与志工们细心的为法师们核对资料与解说物资内容，在大地震荡、天灾来临的同时，各地法师们能透过紧急救难物资来续佛慧命。在地球是当供给咱的保温瓶来加过滤，啊，这个就是那个收音机啊，充电器。哦，那这个我是充电器。阿弥陀佛，好，谢谢感恩，阿弥陀佛。僧宝是一切世间供养、布施、修福的无上福田。俱舍论云：若能一昼夜持不杀戒，于未来生决定不逢刀兵灾；若能以一粒诃子以殷净心奉施僧众，于当来世决定不逢疾疫灾；若以一钵之食起殷净心奉施僧众，于当来世决定不逢饥馑灾。劝众不杀生，心存善念，多念佛，在天灾来临时必能逢凶化吉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南采访报道。佛陀教法智慧小故事。有一天大清早，比丘沙密地至河边沐浴，沐浴毕正等待身体干时，一位天女现身说：比丘啊，您是如此青春年少，为何在黄金年华时就出家呢？怎么不先好好享受一下青春呢？天女啊，我是很快乐的，我依着佛陀的教导修行，快乐地活在当下，追逐红尘中的财色名食睡等五欲，并无法永久快乐。我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正念，体验到了深刻的平和、自在和喜悦。